好，珊珊，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挑战，你知道什么挑战吗？叫什么？心动挑战。叫不要心动挑战。啊，然后就是我们如果播放视频以后呢，如果我笑了，那就对，你是看男生，我是看女生。对对对，如果你笑了，就说明你心动了，然后我就在上面画你的脸，懂了吧？如果我输了，就你画我脸，对吗？然后你画，我画你脸。那我们来试一下吧。我把你给画的乱七八糟的。啊，那我们就看谁厉害喽。我要把你的眼睛给涂上颜色。来来来，第一个。我心里是蛮喜欢这个女生的，可是我没笑。哦，我也是，因为我满脑子都感觉她这个视频没拍好，都穿头了，都穿头了，就拍的不行。长得行的，长得还可以哈。才去你人家的泪，别哭了，哎呦喂，原谅一次次的伤。是不是太短了？再给你看一遍。不是，不要。不用吗？不是，没有太短了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我看着他，我是想笑，可是还是没笑。哦，笑不出来，不够你笑是吧？对，不够笑。好。我一般心动的话，都是看着你才能心动的。Hey, what's the matter, honey? 我感觉这个女生，我是蛮想笑的，可是还是没笑。这女生你不认识吗？小周周，哦，那你干嘛把他说得很陌生一样？干什么？好像那时我们都在，当时的事都记了起来。不是小赖的，那就好了。你帮我画可爱一点。好吧，画可爱点，帮你画一个像腮红一样的。爸爸妈妈画可爱啊。好了。还是可爱的小轩轩。我把你。果然输了。你好像我奶奶。说的仙女，仙女了，你口水都喷出来，太恶心了好不好？我本来没有准备笑，好了，我给你拉一下，这个有点赖皮吧，我没有笑。你笑了，我跟你这样子，来，你看个鼻子给我转过来。等一下，我还没画完啊，哦，我把你给画过来。爸爸，看你怎么健身。好了。我笑的。等一下，你一次画多少个？我刚刚对你很客气的。我刚刚对你很客气的，对不对？这小猫咪的脸。啊。行。很可爱。我觉得他有点像何振宇，他的头发很像，可是颜色不一样而已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他帅还是何振宇帅？何振宇帅。哦，好的，我会告诉他的。一起拉屎吧。这个吧。你笑了。来，我来看你笑。拉屎这个太做错了。啊。狗，来，我再给你加一点。哇！我现在感觉像魔鬼一样。没有，不信，我画的是一只小猫咪，很可爱。好，行。你笑
了，你嘴角笑了。我是看着我自己的这个，然后呢，我不小心看到我这个腮红就笑了。但是你已经笑了。我真的。不行，你别耍赖。那你给我画一个。我给你画。走。那你画可爱一点。好，看可爱一点。还可爱一点。嘿嘿嘿，妈妈在给我画鼻子，呵呵，这啥玩意儿？我看看，很丑，像一个小丑。等一下，啊，你也不要把我给画成一只小猫咪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搞定。很可爱。泡妞最主要靠两个字，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耍酷。你嘴角动了，你嘴角又动了，你嘴角又动了。等等，我在看人家长啥样，我还不知道人家长啥样，因为我一直在看你。哦，知道了，挺帅的。不是，我看着他装帅。你是神经病吧？你是神经病吧？我看看怎么画哦。可爱。我知道你在给我涂眼影。是不是很可笑？我的人长得什么样？我要亲自看一下。哇，你画成一只花猫。这是我跟深深第一次录这样的视频。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我不大喜欢，我们怎么说？你还想再录？你还想再录这样的视频吗？想啊。那好啊，那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，我们再录吧，好吧？好。